这时候解释有点太晚，不过反正大家都挺晚，就是每个月我们会有一次铁花特调，就是铁花村的这些优秀的乐手吧，也优秀。那我从最那边开始介绍，这个打嗨，台东的很厉害的烤肉手。如果大家需要烤肉的话，可以跟我们联络，顺便打鼓的。贝斯手那个年轻有为的洪光富，热爱跑步。好，当然还有另外第一个 set 的鼓手叫 Lucky， 我去回家了，因为他还在高中，现在回去他今年高中三年级。Percussion， 陆华伟，东华大学一年级。好，展翼。Thank you.